比赛前有什么感觉？比赛前就是练习练到快死掉，而且这边风超大，这边可能比鹿港大，鹿港差不多。丝竹室内乐合奏。精英团，我是石宣凡，我是许瑞凡。我们今天刚比完赛，然后今天就是我觉得我是唱歌的，然后我的喉咙今天就是不舒服，但是撑过比赛了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，我是弹琵琶的，然后平常练习还不错，但是大家的默契还不够，所以最后的时候。提早谈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还是很棒。接下来是给学弟妹的话，就是如果未来要参加南管精英团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的南管首先上课的时候，你不要认真听，对你不要睡觉，要认真听，才表示选上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来南管精英团，然后我们就会就有表演的机会，然后继续为校争光。